你叫什么名字? 你叫什么名字? 我叫明明。你几岁? 你几岁? 我九岁。 我九岁。 这是谁? 这是谁? 这是我的爸爸。 这是我的爸爸。 这是我的爸爸和妈妈。这是我的爸爸和妈妈。你爱吃什么? 我爱吃面条。你不爱吃什么? 我不爱吃米饭。你爱喝什么? 我爱喝牛奶。我爱喝牛奶。我也爱喝水。我也爱喝水。 你爱吃苹果吗? 你爱吃苹果吗? 我爱。我不爱。我爱。我不爱。 你有很多苹果吗? 你有很多苹果吗? 我有很多苹果。我有很多苹果。 我没有很多苹果。我没有很多苹果。现在几点? 现在几点? 现在九点。
现在九点。今天几月几号？今天几月几号？今天八月七号。今天八月七号。明天星期几？明天星期几？明天星期四。明天星期四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三。今天星期三。你哥哥的个子高吗？你哥哥的个子高吗？我哥哥的个子很高。我哥哥的个子很高。爸爸的手大吗？爸爸的手大吗？爸爸的手很大。爸爸的手很大。我的手很小。我的手很小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在中国。他现在在中国。他喝什么？他喝什么？他喝牛奶。他喝牛奶。你高兴吗？你高兴吗？我不高兴。我不高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猫，不是小狗。这是猫，不是小狗。你有几个苹果？
你有几个苹果？我有一个苹果。我有一个苹果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商店。我在商店。我在学校。我在学校。我不在家。我不在家。你家有几个人？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四个人。我家有四个人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我的老师。他是我的老师。你认识他吗？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他。他是我朋友。我认识他。他是我朋友。我不认识他。我不认识他。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我去学校。我去学校。他头发长吗？他头发长吗？他头发不长。他头发不长。谁吃米饭？谁吃米饭？这是你的面条。这是你的面条。我吃米饭。我吃米饭。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吃什么？今天我们吃米饭。今天
我们吃米饭。今天我们吃面条。今天我们吃面条。星期一，你们吃什么？星期一，你们吃什么？星期一，我们吃米饭。星期一，我们吃米饭。你要不要喝牛奶？你要不要喝牛奶？我要，谢谢你。我要，谢谢你。你明天去学校吗？你明天去学校吗？不，明天是星期天。不，明天是星期天。这儿有很多鸟。这儿有很多鸟。那儿有很多鱼。那儿有很多鱼。你们看，鸟在那儿。你们看，鸟在那儿。你们看，我的鱼在这儿。你们看，我的鱼在这儿。你们在看什么？你们在看什么？我们在看鱼。我们在看鱼。爸爸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爸爸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我们去中国。我们去中国。你八岁吗？不，我六岁。你八岁吗？不，我六岁。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我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。明天几号？
明天几号？今天八号。明天九号。今天八号，明天九号。这儿有几个人？这儿有几个人？这儿有三个人。这儿有三个人。谁在家？谁在家？我和妈妈在家。我和妈妈在家。你姐姐在家吗？